表演的主题是奇迹瞬间，掌声欢迎。在上帝的祝福中，希望无所不在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是一个发生在平安夜的故事。在平安夜里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愿。餐厅老板希望生意越多越好，所以所有的员工都要加班到半夜才行。老婆婆呢，她根本不想过夜蛋，她只想要饱餐一顿呢。玩具店的李爷爷希望所有的玩具都要卖光光，特别是他最心爱的弟弟娃娃，这可是他一针一线缝制的呢，只是有点旧了。小女孩没有爸爸，妈妈今天还是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，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好想要有人可以陪伴。愿望不分大小，上帝垂听每一个祷告。夜深了，玻璃橱窗里面只剩下布娃娃弟弟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还在等爱他的小主人出现。那些什么都不缺的孩子是不会懂得弟弟的珍贵的。小女孩微微想去找妈妈，她走过街口看到了弟弟，而弟弟也看到了微微。在心里那小小的愿望，隐约感觉有希望在滋长，能不能把你留在我身旁，一起长大。期待已久那小小的梦想，仿佛看见有希望在萌芽，可不可以走进你的世界，陪你长大。一直似曾相识，陌生又熟悉的感觉，是不是用双手牵你，钟声就快要响起了，在这最后一刻，所有人的愿望都能成真吗？别担心，上帝赐下的恩典有一样东西在我们之间，它会永远用不完，而且给出去的回来的会更多。对，那就是爱，因为有爱才能分享，因为有爱与分享，所以可以彼此成就，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每个人的心愿。让我们最后再来这首《奇迹瞬间》。就算失去了机会，用盼望等待着面，让梦想实现并不会太远，祝福降临就在一瞬间，丰盛恩典早已在旅程中为你准备，街道的铃声叮叮当，声在歌唱，爱的弥赛亚为祝福来到奇迹的瞬间，幸福随梦想起飞，带来了新的
的弥赛亚为祝福来到身旁，看奇迹的瞬间，幸福随风响起飞，带来了新的一切，一起张开手迎接着圣诞纪念，爱的弥赛亚为你我将全世界看奇迹瞬间，有恩临到这世界，应许的给你的爱的恩怎么办？想看哦。对呀、啊，有没有办？